然后我是有看到一些新闻说他身体状况不好，没有身体状况不好啊。你说他身体状况好？好像有看到一些新闻有。嗯，他身体状况蛮好的。对，他身体状况还不错。哦。对，所以，对啊，我不晓得。目前因为我们才刚回家两三天啊，感觉有啦，他会帮忙照顾小孩啦，就拍个喂奶那一些。他刚刚讲的自己很厉害耶。有，因为我们月子中心出来会考试。对，就是要考试那个爸爸妈妈都要学会才能出来。爸爸来用，因为妈妈的手可能洗澡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把它夹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子先擦脸，然后再弄个头。就是会一直教你吧，一直教，把你教到会。一次他教一次，然后他还在网络上做功课，在那边看影片。哎，什么感染式爆发？对，感染式爆发，对不对？他说对，爸爸好聪明哦。对。Come on， 对不对？他就一直要我扮黑脸，然后他当白脸。Yeah， of course， 我不能当黑脸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不要。不要啊！因为他觉得那个小元宝现在就已经感觉比较喜欢我，没有那么喜欢他了，所以他要叫我扮黑脸。怎么说觉得小元宝比较喜欢你？应该是我们抱他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觉到，就是我抱小元宝的时候，他就很安心，然后就一直这样看我，还对我一直笑，傻笑啊，对，傻笑的。然后我抱他这样，对，然后头就一直在那边转，你知道吗？他头在那边转。对，然后侧眼这样看我，真的这样看，真的啊，会十几岁十几天在那边翻我白眼，对，什么意思啊？好有戏哦，叫阿公啊，他就一直叫小元宝叫阿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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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爸真的疼他，我爸看他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你这个，他早上过来房间看他，所以你这个腿有点内八，然后小元宝。然后我爸就哎没有啦没有啦，就没有内八没有内八，对，而且连阿公都不太敢抽烟那一些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对小元宝在，还都就是忍住都不抽烟，然后就一直拿水果吃，可能想抽烟他看到了，就拿水果一直吃一直吃，他观察要观察很细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那时候烟在旁边，然后还有番茄在旁边，我就看到他一直吃番茄一直吃番茄，平常不会吃这么多的。他看了一眼烟，然后这样，然后看了一眼慢慢。对，一直吃番茄，忍住，一直忍，不抽烟，嗯。然后我是有看到一些新闻说他身体状况不好，没有身体状况不好啊。你说他身体状况？好像有看到一些新闻有。他身体状况蛮好的。对，他身体状况还不错。哦。对，所以，对啊，我不晓得。他现在出门频率高吗？出门频率，好像没有很高哎。他都在家。就是跟小孩玩啊，我们回家也才刚，我们回家才两天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回家才两天啊，我昨天月子中心陪他，对啊，都在月子中心，没有回家，对啊，故意先了解，对啊，对啊。